陈慧姐啊，啊你是不是去找保育因男朋友啊？哎，啊你唔着甲人骂甲臭头去？嗯，啊我敢是以前迄个毋捌离过兼无卫生的林春花哦，但我即摆有读册呢。啊，那呢啊你？哎，啊因两个人啊到底是安怎分开？你唔着紧讲哈？ 啊，就煞毋知国华因老母啦，啊，原拢咱保育，甲迄个吸餐柜物件摕掉，啊，厝嘛搁要甲害死啦。我本来气者，本来总去病院要甲伊冤家咧，哦，后来想想讲，等人就伫咧破病啊，怎么能够再甲人冤家？啊，但是迄个国华哦，确实真可笑啦，较水若跳出来替咱保育，啊，无顾因老母的死活，啊，即种不孝囝，若要做咱的囝婿，啊，你敢肯？原来保育受到这么大的委屈啊，无怪伊心情无好啊。 之前哦，我一直甲讲，你个性遐尔啊冲动哦，一定去甲人冤家啊！啊，想袂到这边，你处理到遮尔啊好势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我是有智慧的呢。对啦，对啦。哎，是讲我感觉哦，暂时哦，咱莫管这层代志啊。等因老母的身体较好，才过来拍算啊。啊，搁有，大家嘛莫过去问保佑，较免影响伊的心情，啊，搁伊的工课。好啦。 佳丽，你怎么约这边啊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在这里，你为了我差点跟人家打起来？记得，记得。你想起来了？嗯。佳丽，你有没有想要去哪里啊？我想去一些我们以前常常去的地方，你会带我去吗？你想要去哪里，我都会带你去。走啊。 错啊错啊！哎，啊你爸说唔差水送人，啊那个差倒转来，叫我好出来啊哈！你敢不知国华迄个老母，吼，伊也是食人狗狗呢。咱是讲趁这个机会哦，伊伫咧破病，啊摕爸说去甲看，啊顺便替咱保佑甲解释，解释五月块会当化解未？是袂讲哦，伊甲我说袂使，我歹我你敢知影？啊，你都明明知影伊是迄款人，啊你现在阁要去啊？啊你讲话敢若甲保佑共款啊？啊，啊保佑也走去啊？无啦。 啊，就煞毋知影伊烦恼春花啊，啊，要甲春花叫倒转来啦。你敢不知富贵寡无？迄家里哦，甲国华是啥物啊呢？真实的哦，啊，那恁保佑佮家明仔拢无讲啊？保佑，妈，我嘛是要来才知影。哎呀，不怪啊，不怪哦，保佑啊，佮有家明的感情都结甲真袂顺。 原来因交往对象是啥物啊？啊，偏偏啊，偏偏因老母是迄种哦，看官无看家的人啊。嗯，看官无看家，我无当要紧的，搁要来抢咱小兵的。那你手里要创啥？小兵啊，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手凉爹爹，我出来洗手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兵啊，这公杯来洗手哦，哎呦，好好好好好。 你敢不知啊？迄国外迄个老母，我大面神的，啊，看到咱小兵哦，遐尔大，佮遐尔高姿，讲小兵是伊的孙啊，啊，要甲咱小兵吐转去呢？那凭什么啊？他当初是伊家己无爱提囡仔的呢？就是讲，吼，啊，即摆看到咱家兵甲这囡仔真无甲咱车，拢甲遮尔大汉，啊，高姿啊，都要吐转去哦。哦，他无怪你受气，那换作我，我听着，我赶快连跪跪回天啊！那念，我直接甲累嘞。我话甲家里真正足悲哀。 就无讲道理的妈妈，妈，是的啦，拢是因为我，害你个光的妈妈安尼糟蹋。你是咧三八的咧，啊，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人看你无气就是看我无气，人若给你糟蹋，就顶着就咧给我糟蹋啦，啊，我搁会当忍，啊，忍到水啦，淹过鼻仔哦，我若下久袂忍咧，受你怎么这条命改拼啦？妈。 正经是我毋捌代志，我若做我若嫁嫁好嫁人，因当我就会当好命。
暗过顶一摆伫个餐厅，伫个公安大面头，真副开始才歹看着。我即马才知影，结婚毋是两个人个代志，是两个家庭个代志。我甲国华个代志，我嘛看破。啊，哎呀，啊你真正要放弃甲国华这段感情哦？啊，你毋是常常咧讲，感情是靠缘分，袂用个勉强个。啊，我即马家己有事业啊。我当家己趁钱啊，啊，我嘛有恁大家。你看，我有亲情，有事业，其实有爱情无爱情，拢袂要紧嘛。人毋是常常咧讲，人生免哪有当完美的啦，会得到，当然嘛会失去啊，对无？你看，是你面笑起来，目眶拢红啊。